饭。十八吗？十八。十八也能生吃吧？对，日本的十八，然后我们用昆布汁去腌制过的。嗯。那跟我们平时说的十八是不是同一种？不同，它是另一个，有很多种类的十八。哦，十八是个大类。对，有很多标准。我知道的那一家，因为很火，对，但是好像只有几个位置，都是很难约，很难，对，很难约。不是。康塔的话就八个位置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房间，就是六个位置。可能去年、今年会容易一点，之前的会很难。对，但是平常都是要两个星期左右。对，那两个星期还是相对可以接受。对，也没有很夸张，就是一个月、半年的时间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没有，一个月都还勉强的接受，半年没有那么夸张。是啊，是啊，吃那个天德广场那间松叶的师傅，是啊，他人来的早很多，来一点。我们今年才说。今天。今天。好。这边市场会不会大一点？这边的市场。这边是啊，这边市场大一点。香港人少，地方小嘛，这里人多。是啊，销售的人睇，永远都是那一群人。冇错，他哋落唔到香港就讲咗喺呢个时代。Thank you.
最少係好似布丁咁噶啦，冇咩紋理。跟住上面做咗個焦糖。